很爱吃双胞胎，就两颗连在一起的。后来我才发现他用口水粘起来，都拿内裤套他头啊之类的。我以前很幼稚，会从浴室出来的时候说，就是在旁边吓人家。欸被二整过一个很夸张，就是小时候那个旺旺馒头，那个小小颗小小颗的，然后因为我很爱吃双胞胎，就两颗连在一起的，然后一直吃一直吃吃，然后我很喜欢。后来我才发现他用口水粘起来，我喂到第六组才发现，欸、很好笑。因为我吓人前，我都会加速，小加速，就赶快拐那个转角，然后人家就会直接识破，然后他在很远的方向。当然有啊，不太会。我都整别人啊，干嘛要整另外一半？但我有一个 不太像整人的，就是我会假装是诈骗集团打电话，就是那种吵架的时候，我这样讲好无聊，没有不是因为就是跟对方吵架，然后就是拉不下面子跟那个对方讲话，但是又很想知道他到底安不安全，有没有到家，然后就假装是诈骗，就说你好什么什么，就确认一下他的安全，这样至少他还活着。我会为了整人，然后就在那边站了很久，玩手机也没关系，就等他出来的那一刻。哎、欸，你真的是等到底就对了。真的，但是我就突然就是一次，对啊，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一次性的。我觉得我灵魂里好像装的就是个捣蛋鬼，所以我无时无刻都在整另外一半，基本上想到的很多都会。拿袜子丢人家脸，这个一定会。这算吗？我都拿内裤套他头啊之类的。